说最近哪部综艺节目最火，绝对要数有天后王菲加盟的欢乐之城了。新鲜的音乐形式，一镜到底的制作手法，再加上有天后王菲坐镇，想不火都能。王菲此次是作为体验馆的身份加入该节目，会在每个节目的前期创作中提出自己的想法和意见，在直播表演的时候会提出点评意见。虽然有人说王菲在这个节目中扮演的角色很鸡肋可有可无，但是对于很多菲迷来说，不管她的角色是什么，她只要坐在那里就瞬间提升了整个节目的水准，哪怕她一句话都不说，就静静地坐在那里都是美的。在第一期的节目现场中间有一个提问观众的环节，有一位可爱的观众看到王菲激动得不能自已，对着王菲说，我是您女儿的粉丝，谢谢您给彤彤编织未来。观众笑得前仰后合，而何炅也接着说，既然你这么喜欢窦靖童，那我就试试把他请到这个舞台上来。何炅的随口一说竟然成了真。在最新的一期节目预告中，窦靖童作为唱演人之一加入了该节目，在被何炅问到为什么来上这个节目，窦靖童十分耿直地回答，我妈叫我来的。这简简单单的六个字真是把网友笑喷了，如此耿直的女儿估计也就只能是王菲培养出来的。从节目预告中可以看出，下期节目不仅有窦靖童的加入，还迎来了王菲和李亚鹏的女儿李嫣。李嫣一上台就紧紧抱住了姐姐，母女三人同台的画面别提有多美好了。那么就静静期待下个周五吧，看王菲母女三人如何玩转欢乐之城。